陈芊芊，哎呦，这不临期吗？这不来帮忙的，一起吧。陈芊芊，你遣散了我的教保司还不够，居然还炸了我家的乌石矿。不卖我都炸了，我还怪你家矿？有趣，今天我一定要让你好看。给我上！啊，住手！你又包庇他？你的人，肯定不是裴府侍卫的对手。散了吧。住手！将损毁符卖的罪魁祸首给我拿下。二郡主，你也要捉拿芊芊？裴思璇，你的人恐怕不是护城军的对手吧？拿下。住手。怎么，你要把你妹妹当成罪人一样抓起来吗？陈芊芊炸毁符脉，罪无可恕，请母亲降罚。大胆！你怎么能？你怎么敢？你放心，我的人一直都在，定护你周全。你又埋伏了多少人马呀？全剧组的人都来了吧？大场面呀！我的天，我还没写过这么烧钱的戏呢！挖到了，挖到了！快来救人呐！来了！来，慢点，慢点。慢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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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点。坐下。下面还有人吗？被救出来了，芊芊，没事吧？你是三公主？你怎么？三公主救了你们，三公主，多谢你，三公主，多谢三公主，多谢多谢三公主，多谢三公主。三公主。